作为2024上海旅游节的重要推荐活动，近日豫园中秋月神游活动正式拉开帷幕，各类主题灯组点亮豫园，中秋节氛围感拉满。中秋月神游以心有光华，人生无缺为主题，延续山海经神话背景，从道德经中提出的大成若缺及庄子的系列中式哲学思想，旨在带领游客从月圆月缺中品悟完美与不完美之间的常态哲学。9月12日晚，记者在现场看到，中心广场上是大型装置月印万川，用镜面材料制作出六个大小不同的月亮，或满月，或新月，意境十足。九曲桥畔的灯组包含最多的月亮元素，依托《山海经》中长溪沐月的神话传说，将12轮明月落于桥畔，游客可以感受月圆月缺的景象，让中外游客流连忘返。The lighting show is really beautiful and pretty, and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. And yes, I enjoy the time here. 此外，宁辉路则将再现龙年灯会上一夜鱼龙舞的盛景，无数璀璨繁星悬挂星空，营造流星拂晓空的绽放之美。豫园浓浓的国风场景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着古装前来拍照打卡，原地穿越不再只是梦。我今天来到豫园是因为中秋节，然后看见了这边的中秋灯会，然后希望大家了解我们的中国文化。这是一个安康鱼的灯，然后它的嘴还可以动，就是传达在中秋佳节阖家团圆，然后每一个人都幸福安康，国家繁荣昌盛。从传统的浪漫月神到天涯共此时的现代表达，融古汇今的大豫园展现出城市中心文商旅综合地标的特色之美。据悉，中秋月神游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0月7日。2024上海旅游节期间，还将有新的灯组以及沉浸式体验活动不断上新。